啊，在今天的教学一定要做榜样啊，这是世尊在世已经为我们做实现啊，你自己做不到，你怎么能教别人啊？所以我们想想释迦牟尼佛，王子出身的啊，父亲是国王啊，啊，可是自己一生过什么生活呢？苦行僧的生活。日中一时，三衣一钵，树下一宿。啊，过的是这个生活。跟他学的学生服了。啊，他教导我们要放下的，他自己放下了。啊，教我们放下，他自己没放下，那不行啊，那不是真的啊。啊，真放下了。啊，念念念众生，没有念自己。啊，确确实实做到了无我。啊，心量大了，这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啊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明白了。啊，佛的确在这个世间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他确确实实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我们细心从经典上去体会。啊，看他老人家处世待人接物，一片慈悲也，真诚平等呐、啊。啊，世尊是先给我们看，目的是要我们学习。啊，学习言行一致。